其实我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弟子一做完了，相也做完，接下来是不是 no？ 所以啊，在这个地方我先插入一栏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地方应该叫做弟子二。弟子二要做什么事情？弟子二是不是我先把这个，应该说是这个弟子一减去相，就是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？九号十三楼放在这边。这变成14号，这变成30号6楼，好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呢，这怎么做等于 SUB T 2。然后接下来光是打出这个字啊都可能会打错字哦，所以真的还是建议你们 SUB， 对不对？找到 SUB， 然后看上下，好，这个履带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是不是从这一格减去这一格，要不就呈现空白。然后接下来把它放到开发人员聚集，所以聚集刚刚的县市拆分编辑，继续写 sales i 7等于，然后直接把这个 E2 改成什么 EI， F2 改成 FI，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， I 的后面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，一样在 F 跟 I 中间两撇空一格加一个 and 符号，在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，然后记得这个里面遇到本来就两撇两撇，记得变成，一定要变成四个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把 none 也做好。那 none 怎么做呢？类似刚刚的做法，就是说假如说现在不是去找什么了，现在不是去找像，应该是要去找 none。 然后接下来呢，接下来是哪一格？不是12这一格了，应该是 G2， 不是12，是 G2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内容呢复制聚集县市拆分编辑去做 sales i 逗号8等于贴上，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弄啊，前面加两撇，后面加两撇，两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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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把这个二改成 I， 然后接下来呢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，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，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，接下来在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空一格两撇，做完了。为了方便起见，我把号也做完，好不好？就整个都做完了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号怎么做？这号简单的说就是
把这一个内容减去这个内容嘛，所以是不是又在做 substitute， 所以等于 sub tab 键，然后这一格逗号减去这一格逗号，两撇两撇，所以这个内容呢复制，开发人员聚集，县市拆分，编辑 sales， 贴上，这就简单多了。这个改成 i， 这边后面加两撇两撇。好，接下来呢？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 i 的后面空格 and 空格两撇，接下来在这边两撇空一格 and 空一格 i 的后面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，做完了，整个这个资料啊，来去测试一下。当是写一个去执行一个啦，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之前做过。好，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县市拆分执行，是不是全部都做完了？那应该没问题哦。这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拿到一个地址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去把地址去做一个拆分？那我想我们暂时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。